好了，然后我要跳机了，准备了，跳机了，跳机了，跳跳，喂，跳，好，跳就跳，没事吧？没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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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莫名其妙。我们现在散开了，散开了，散开了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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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你们要上机吗？有需要上机吗？喂，有没有后悔？刚刚好，这边还我还在，我还在啊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我自己开了直升机走了。好好，两台直升机走。哦，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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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你怎么自己都走了？因为前面有直升机啊，我要换新的。哦，我现在要闪开哦！等一下再，等一下在我家集合，不要在老皮家集合好不好？老皮中刀了，老皮中刀了。嗯嗯嗯，那我要开原本的，不要往前了。我们等一下在老皮家集合好不好？不行，为什么要换飞机？我已经死掉了啦，啊！你们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啊！只有秋风活着，问号！你们都死了，我也都死啊！你也死了，对啊。那我现在跑什么意思？啊，人生无意义了，好不好？我快要甩开了，我快要甩开了，四颗星不是问题，好不好？还在努力甩开。这有电脑。噔噔噔噔噔！哎哎哎！他怎么又飞出来了？哎，四颗星真的很难甩呢。他们要这么强吗？刚刚甩那么久。他们要这么夸张？我要往太平洋飞了啦，好不好？我要飞到台湾了啦，我要飞出去了，我不要在里面了。你在里面啊？我不要，不要，我不是不要在里面，我不要在那个啦，不要在这附近了，我要往外海飞了。你要去哪？哎呦，不错不错，我要去外海飞了。可是我们要去哪里？就进去里面啊，另外一边可以进去啊。不要再追了，不要再追了，我就不相信外海有人会飞过来。另外一边哪里？走啊走啊走啊，先出去，先出去。夸张哎！它这边有两个路口啊，你知道吗？两个路口。右边，右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。你往左转，往左往。这里吗？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飞进去。不是这里。你不行去了，又好多好多飞机，又被通气了啦！没关系啊，你不知道进来吗？啊，秋风嘞，秋风嘞，你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啊！你还没死？我还没死啊！那、你四星结束了、啊？什么东西还在闪啊？还在闪？他们很会追啊！快归接你啊！然后我们直接飞到那个外海去啊！那、你刚刚不是在车上？走走走走走，到底会不会停啊？在飞机有飞弹啊，我们应该可以把你们消灭掉。哦，甩掉了，甩掉了。怎么使用这个飞弹？我现在人在超外面。我去找你们了啦！我现在还开着直升机。哦，还好这台两颗星没有油。我按错，我按错。你按什么？我掉下来。掉下来？为什么？我按错。你干嘛掉下去啊？四颗星好难哦。好了，我来了。老皮，不要再搞这种事了，好不好？哇、好猛、我去找你们。我怎么死掉了？你怎么杀死他了？你干嘛？你怎么跑到枪管前面啊？你干嘛跑到枪你们在干什么？跑到枪管前面。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有点想，我还打那警车，你跑到枪管前面。你们为什么又被通缉了？跟老皮真的不用赚钱呗，还每一次都说带我来赚钱，带我来赚钱。好的，我带你赚钱啊！你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上面啊，你头上。好累。你怎么爆炸了？我顾看小地图自己撞到。你们很扯。我先去接巧克力，我不要接你了。好，我复活了。借我，我在下面，借我。好，然后我吗？你在哪边？我在下面，我在你正下方，正下方。哇，我绕回去。好累哦。钱都没了。钱都没了。这股债全喷了。好了。然后我吗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这边。飞过头了。没问题。你没问题吧？这里。你不在这哦。不是啊，我在另外一边啊，下面。下面是不是？对。这下面是不是？这里是可以吗？好，这边。全部你开直升机，你要飞直升机好恐怖哦！这样我要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等你的。那开直升机超恐怖的啊！什
么东西上机啦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们先接那个啊，把小队接回来，接完之后我们接任务了啦。我在高速公路上，不然说赚钱，今天赚一毛钱都没赚，我都反而亏好几千块。你都把钱拿来打我们呢、啊，大概亏了好几千。你各种花钱吗？你都拿炸弹炸我们，拿子弹打我们，难怪会花钱。我今天总共花了大概，好了，四千多块来炸你们吧，花了四千块。这里，巧克力不在这吗？巧克力为什么没在这？我看一眼，好恐怖哦！你开直升机超恐怖的啦！不要怕了！哎哎哎！就在这！什么东西？老皮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超级恐怖！你说我不紧张吗？感觉有点危险啊！定位一下，我们要开去哪里？很恐怖的感觉。不是要赚钱？赚钱啊！走啊！定个位啊！那边吗？是那边吗？这台飞机也快不行了。可以啊，还可以升。如果你在游戏中讲话的话，你嚼二嘴巴会讲话吗？真的吗？不是，你要先接麦克风啊。哦，这不是这里啊，不是这里，你们要定位一下，我们要去玩什么任务？好啦，那你们随便接个任务来玩啊。真的要接任务了啦。接任务了啦，不行。任务。那个双手往上的那个是什么？双手往上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假的，我哎呦，我先开任务，我用加任务，我加任务了。你接到任务了？你丢我捡，你丢我捡。那我现在要加任务是不是？喂，讯息吗？在哪里？怎么加啊？哎，资讯那边有个差事是那样。可是没有哎。差事清单吗 ？OP channel 有没有看到吗？好了，我加入了，下载中。你怎么加的、啊？哦，用手机啊，叫拿手机出来。没戏啊了，我按错了。三个傻瓜，一个猫头，一个秋风，还有一个食物叫做巧克力。这个是玩什么、啊？这个是什么？你丢我捡是什么？我从来没玩过、欸、就是任务，它有剧情的任务。有剧情的、哦，就是你要去送那个怎么讲？他说他给我们家直升机啊，然后把他们卸货之后把那个货抢走。马丁的任务是不是？这个任务还蛮难的哦。我看到难度一般。要买个防弹衣。巧克力有看到吗？有，可是我不小心掉下来了。你要接受任务了。手机那边，然后接差事啊。有看到。将开放的等级是21级，可以我现在才6级，要不是你，我应该加不到吧？什么问题？这很难吗？这关很难。启动战局喽！正在启动战局。啊，启动战局啊！死喽！终于要办正事喽！玩了一个半小时就在鬼混，有没有？你丢我捡任务！哎呀，上直升机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会开始在天空中飞啊？为什么你在？我要上直升机，我在天空中飞，等一下，我还抓住掉下来。我有现金嘞！太烂了吧！我现在就有现金嘞，上直升机啊！先存一下钱。我开，你赶快啊，赶快来开直升机，上直升机。走啦！存钱，存银行。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存款。你怎么存？用手机吗？对啊，用手机，一切都是手机就办得到了。是的，因为我觉得跟老皮在一起死亡率特别高。手机的存钱箱在哪里啊？看到了，我看到老皮了。这个吗？可是只能撞这两个人吧？这四人的坐。我坐后座。巧克力好了吗？巧克力还在存钱。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我上车了。专业车手。好，上车。好了，没问题，我们去上直升机，有点远。不会，你导航一下。我导航开一下，我帮你开导航。好。认真哦，因为是有钱的任务啊，我们要很认真哦。这不能在嬉笑打闹了啊！嬉笑打闹只有你吧？真实力。直升机。认真来。可是通常我讲认真来的意思就是会死。就是会有一直死啊！别再死啊！对，别死了啊！我们已经把钱存好了啊！不用怕，我已经很了解我的相处模式了吗？我很了解，我很了，我很了。开始乱玩的意思。我很了，好不好？赶快，我已经导航好了。
走错了。你不是说要认真吗？啊，你还不懂？我刚才不是讲了吗？你太认真了，好不好？你可以不要这么认真吗？超认真的。啊，太认真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远吗？是因为我们刚才降落的地方比较远。如果我们离那个任务点近的话，它其实会在附近而已。哦，就是我们直升机有点远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刚才是在空中下来，所以我刚才是搭降落伞下来的啊。哦，这么酷哦。对啊，存钱。没有，我一下来就在地上了。我那我就不知道，可能是你们上面降落伞吧。他说那个上直升机，那个直升机超远的，我刚才看了一下。对啊，那个鸟无人烟的地方。鸟无人烟什么鬼啊？完成。真的啊，我再等大家看一下地图。鸟无人烟，真的鸟无人烟，绝对没有骗大家。好，我都在骗大家。哇、哦，好远哦！快到，快到。买股票啊？要抄捷径吗？走啊，走。那个捷径应该没有办法。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这附近就有捷径了，等我一下。这是捷径吗？这是捷径吗？上天国的捷径吗？都往天国的捷径。那你成为幽魂，你就不用担心说任何的那个了，任何的烦恼都没了啊。走走走走，你的那个车子已经凹一个角了、欸。哎呀，这反正不是我车啊，巧克力的车子啊。巧克力吗、欸？这好像是我的、欸。为什么巧克力有车，我还没车哎、欸？我还这不是我车啊！你知不知道刚刚任务一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车是停一台脚踏车在那边呢、欸。新手任务解完不就有送车？他车子已经爆炸了，我车已经爆了，我只有一台脚踏车停在那，我还要骑脚踏车解这个任务啊！哎、欸，好好爱惜我的车。哇哇，你是故意的吗？故意的。你是在拍007吗？这是一种开车方法技巧啊。人生为了压车，你知道吗？人生是需要磨练，从上车下车就是要压车哦，就是要压车的技巧。这个压车太炫了。这很多那个啊，像那个我们在看那个什么150cc 那个重机，他们都会用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从来没看过这种用法。我还没有看过这种高超的技巧，我真的没看过这种用法。不用担心，我觉得人是需要一些磨练，但是车子不大需要啊。车子需要啊，那可以降低重机，磨练就会爆啊。我觉得我们离那个机场越来越远。我觉得我离死亡比较近。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表情？一脸害怕，就是这样。哎呦哎呦，门都开了。好了，大，前面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监狱吗？旁边这个？应该是吧。监狱啊，那进去会被警察通缉啊。对。我们冷静，我们要赚钱啊，赚钱啊！对啊，赚钱好不好？大，赚钱哦！我刚才这样抽捷径超很多，好不好？这样不觉得差很多吗？有吗？我觉得没有比较快，有啊，快很多，好不好？你这样正常开车子的磨痕也很多，也都很多。真的有比较快吗？真的有比较快吗？我真的不懂哎、欸。好了，到了。是这样下车方式？哎、欸。你们干嘛这么急？没有撞到什么啊？你们这么急干什么？我已经没有半滴血了。你们这么急干什么？超痛的。走啊！等一下，我先吃个零食啊。哎，我怎么坐？哎，坐这，等候其他队友。老皮，等你开啊！你这么喜欢开飞机？我在补血啊。坐后座。等一下呢。坐后座都不容易耶。好了，我困了，坐后座上了，来啊！现在石器水泥工厂包裹，前面。哦，这个任务好轻松哦，就一直滚车啊，然后开坐飞机啊，然后去捡个包裹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一直滚车坐飞机就结束了。人心不骗哈、哦、，OK 了，就是我们还有四分钟、欸，多照顾你们啊！四分钟。OK， 我技术可以啊，四分钟 OK， 绰绰有余。OK。到了，前面。那个、车子如果有受损会怎样啊？不会怎样。车子受损了就抛锚了，那你要花钱修啊。抱歉，没有。所以你就把我的车子，反正没关系的，你钱那么多。你钱，新手钱很多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花了差不多。到了，下降。那这样表示说你理财有问题啊？下降。这敌人啊！下面敌人啊！哎、欸，真的，被打了、欸。这样我们要怎么拾取包裹？开枪射他们啊！你们没有枪吗？没有枪，没子弹。没关系。我
好好好，下车下来下车了。哦、嗯，还是要做点事的嘛，没有这么爽的。对啊，其实你们可以，如果说你们有那个机关枪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在飞机上面射他们。可是我们枪都没子弹，我只有小小枪一把而已。哦，我真的有干掉人呢、欸，我真的在打人呢。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我真的有被人家打了。小心敌人，敌人还蛮凶的哦。我感觉得出来。你把我位置抢走了啦。啊，太好笑了！哦，再换一个地方啊！我要哎，你们都干掉！哎、欸，谁来推我？哦，有敌人，前面还有人，前面还有人，要遭报应了吗？嗯，这里好痛哦，这里。为什么那边水泥工每个都有机关枪啊？小锤，他们不晓得在做黑的，还是他们会准备一堆 AK-47 这样的、啊？这个水泥工太扯了啦！什么水泥工啊，我也不懂，为什么水泥工可以强成这样？赶、哦、上去捡水泥，赶上去上去捡水泥。看掉一只。那边还一堆哦，小心一点哦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喂、哦，看到看到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时间有限，时间有限。水泥在楼上。这些水泥工真的是平常是在做水泥的吗？还是平常都是把人家灌到水泥里面的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水泥是在上面吗？上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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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在陆地哦？不是，所以我们要找地方爬上去。这太夸张了吧？会，时间有限，捡不到了啦。不是在这哦？好像在上面，我在爬。还是我开直升机过去来？有需要吗？应该还有，我正在飞檐走壁，可是我快死了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到底在哪里啊？快快快快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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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捡到了，捡到了吗？你怎么摔死了？你怎么自杀了？我现在回去开始升级，你们等。我想要。好，任务要失败了，失败了。就我没想到任务要失败了，任务要失败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往上哎、欸。人都被打死了吧？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就是应该可以直接降落到那个屋顶，然后把东西拿走这样子啊，就不用打他们下面那些人了吧？不然时间根本来不及。可以试试看。我来捡一些枪好了，有点收获。啊，真的可以啊，真的可以啦。可以吗？哎，又一个人呢。凭我的技术就真的没问题。赶快赶快，趁现在还有四十几秒！啊！怎么了？怎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也死了？我很怕，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。怕高，没希望，怕高啊！这里爬上去，领悟失败的。哦，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。你心飞哦！呦呦呦！哎，我快到，我要到，我要到。你到来不及啊！二十几秒了，哇！这运不回去啊！捡到了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！快快快！上次上升机，你把直升机开下来，把直升机开下来。直升机呢？好神哦！哇！最后二十几秒，跑去跑到地上去。可以啊！这些直升机哎，直升机上去，直升机，直升机，直升机上面，直升机在上屋顶上，屋顶上，快快快快快快！你上得去吗？上去啊！你现在还上去啊？我看一下那个会不会很远？感觉很远呢。不行不行，一定要开直升机，一定要开直升机，一定要开直升机。超远的，超远的，没不行不行，走路绝对不会到。梯子可以爬上来，你们可以爬看看。直接爬上去，直接爬上去。我们剩四分多钟哎，梯子可以爬上来。好，我再试试看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到了。会。我们现在要人体叠罗汉叠上去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看到直升机，哎，快！味道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欸、我们下去接你，你在上面还是下面？没有，我已经爬到一半了。哦，你爬到一半，好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来来。哇、哦，这里有一个大胖子，还被你打死哦。没，那我就是他的尸体啊。我也拿，直接没了，直接没了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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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来了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、哦。好神奇哦。问题啊，前面前面前面，可以可以可以。
超淡定，我哪有超淡定？然后我就跳他们屋顶，然后你们就赶快把东西捡完之后，我们赶快飞走这样子。只要不死都有机会啊！有一个人要掩护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这样不能，但是买把枪啊，不然这任务我就怕解啊。等一下买把枪，我们连买枪的钱都没有吧？连买枪的钱都没有，这么惨没有？机关枪啊，散弹枪啊，我都是在路边。刚刚那些机关枪、散弹枪都在路边捡的，连一个水泥工人的枪都比我的好。对啊，不然你们这样子干嘛来观光的、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水泥工人怎么这么强啊？是奇力耶德啊，这个三军。虽然我没有枪，但至少我捡到包裹啊。有，我不是靠靠着巧克力捡到，我们已经失败了。到了，这里。这里又怎样？这里不会有很多人要打吧？前面吗？看到我看包裹吗？没看到啊！这样，看一下，下去才看得到吧？哎呦！快！哎！开始了！要 PK 了！呜、哦！一下就要死了！哇、哦！哎，都死光了！怎么一下就死了？啊！一下就死了啦，太难了吧？是吧？太难了吧？失败，太难了啦！哎、欸，全部人都死了。对。哎、欸，这还有4300哎、欸。我们一下飞机就死了。我觉得我们停得太靠近了，我们停远一点杀进去，搞不好还有机会。你们先去买武器。对，那我们要先买武器。我现在武器一把大概1-2万，我们再接一次差不多啦。按R2是不是？对，你们要先去买武器，然后。弄完武器之后，我们再去找一个比较 OK 的任务，然后来接这任务。第一个任务接完之后就有4000多块，所以我们大家去弄飞机，弄完飞机之后直接飞上去，那你就看有一个人跳下去这边捡就好了。我会停的刚刚好，你就跳下去下面这样就好了。我们一定要这么冲动吗？从外围杀进去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吗？我觉得要就用直接用拼的这样就好了。可刚刚那第一个包裹我们这样杀进去还算不错。老皮都很急呢，我觉得有点危险啊。老皮很急呢，不然我就是要直接来，不然就是我开直升机让你们两个杀、啊。总觉得开直升机反而是最安全的事情。我觉得在直升机上面最安全吧，就是在直升机上面飞，然后其他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是那个不好瞄准呢。老皮，不然我开直升机，老皮去瞄。OK OK， 你开直升机，开直升机，我开直升机，老皮瞄。我来开枪，好不好？你丢我捡，继续是不是？没问题，交给我的枪法很准。丢我捡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要再开这台蓝色了。只有那台。不是啊，有直接上直升机啦，干嘛要开什么？要开什么蓝色的？你们要想开什么？不要再开那台车，那台车已经好可怜。上直升机，来，我开，来吧，走 ，Go， 前面 ，Go， 全部都上来了、哦。开直升机，我会害怕。你们怕什么了？不要怕了。存钱，我刚才接完那个任务就有钱啊。我还没存呢、欸，好了，不管了啦，没差啦，几千块啦，几千块而已，再一次，少钱啊！到了跟我讲一下啊，我先买台车子。到了跟你讲，哎、欸，到了，要到了，假人不快，欸、快了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、啊，好快啊！那你们要多久？啊、要多久？赶快扫射，赶快扫射，快！我们是要停在最上面吗？是吗？停在这里这个上面。哦，对，在上面，停在上面。我已经杀了，上面两个被我杀死了。